震怒，素芬君唤醒局，终结对恨，前日是雷文攻击，可惜素芬君受伤腰肌环境，危急不治。哦，已开始了，好。强烈脚突袭，不可能！一加一大于一人，哼！如料真手，改变不了败亡结果。好。进福建，江风总司令接管，又是塑胶来源。古今都是塑环境灌秋天，受这环境影响，想出下风。好、好，好。人一个也不能放过了。好，最近就问罗启天，就在素环间定人归乡之际，观天一道灵力降起，受风还天之来。你虽的不错。你龙不灵，混鬼！勇者，换心境，我共鬼，咱之间有一场正式的防卫对决。闹场前，就在此时此地，我要让你看清你的渺小与不堪。好。攻一要，深海出战，顶级催援，顿时天风一力引动，天地失衡，九神东吹，一击还洪峰。哦，唤醒一震动，身体生死无求，现在一招背后。玉器金丸一定，即时九天万里之外，妖气地理三兄。哦，一招对抗，定是地平冲锋，风吹一片，武器一力，更替万里三兵。阴林中，但见一人缓缓倒入敌人，手中挥戒映射出的九连七位，一言如无，一代王权回归正统。尽收低定路，最后一息剑平，又各路兵，深海之战缓缓低气之手，令天王界闪耀云彩，一波无限损失，交付天后。